威尼斯，就真的去了欧洲，然后，对，就这样。一次你就答应了吗？还是他求了很多次吗？没有，第一下就答应了。有，他有哭，我有哭。找了 Charles， 就是学友的那个监制，帮我做了这一首《一个人的黎明》。其实没有你，他也有做，但是两首歌其实一首轻快，一首慢的。我个人很喜欢《一个人的黎明》。一次你就答应了吗？还是他求了很多次吗？没有，第一下就答应了。突然之间你要跟另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呢，我很紧张我。然后我紧张什么呢？我一直问自己，哎，怎么办呢？我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另一半？我会及格吗？因为我从来没有同居过。其实人家说同居是好事，因为你会了解到两个人相处是怎么样。那我从来没有试过嘛，所以没想到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原来我是那么及格的女人哎。我要夸奖一下，原来我可以照顾所有东西都照顾得很好，然后又可以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这样，然后当然了，有时候我可能会有点小脾气，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包容我，然后所以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李家阿伯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，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